盘点实力最弱的七个奥特曼，赛罗一出场就被怪兽打倒在地。长按点赞三秒，你就能看到了。一，尤利安奥特曼被怪兽抓走。赛罗女友格力乔一出手必挨揍。赛罗被怪兽羞辱后，又被贝利亚打死。最快最强的麦克斯被怪兽狂揍。五，那伊斯、塞拉斯、博伊三个奥特战士，你觉得谁最弱？